情，所以家家户户都给这农村安上了这个马桶呀这些。家里在做什么？在做饭呀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哇，开始抹啦！别个背包，不可能的。舅舅去捡了个平头。啊，对。我家的，我家发的，我这猪肉，猪肉。哦不，哎，是这样，你裹在围的这个呗。加了两包，有加了两包。啊不，今天我带了很多吃的来。你是做了牙吗？我家里的牙都是这样的，我给叫舅舅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舅舅，你的牙齿啦，我看好了，看没有？家里的牙都是，他们是假牙，怎么可能？舅妈的牙也好看，妈，舅奶奶，这牙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今天家里吃火锅，然后吃小米辣，家里吃小米辣啊，舅舅帅的，舅舅帅。你们家里的牙都很整齐，我们家每一个人牙都很整齐，随便叼一个都非常的整齐，没有一个是多一颗牙的。我爷爷的牙到现在80多岁哦，但是他是做假牙，但是我爷爷的话，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牙是很整齐的。啊对，吃。阿妈，你两把子去点三个菜色水擦的这。啊，你点八宝水走到这儿来，一米两八。哦，一米两八，这个是也拿来煮的噻。这个是多少煮火锅的时候，对，这叶总拿了好多吃的，天哪！欢迎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啊，我就是分享日常，我在家乡很开心。你们以后记住啊，我只会戴这个耳环，戴以前那个耳环就是回放啊，家人们。唱一晚。阿妈，你那你现在不可以吗？小妈，你妈什么时候发？我也有份。小朋友不能看，很遗憾，我也觉得，真的很遗憾。欢迎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嘛，对，带了很多吃的来。然后你不吃啊？给很多。俺还也吃过。桃子。就才新鲜啊你。俺个就喝。那是好乖的，亲爱的，呀。好漂亮。我长得真的好漂亮，小米粒也很漂亮，好，好羞耻。哎，他们是不是爬哥哥？什么？是爬了？是不是爬哥哥？啊，就是。你，俺上节目时你一个。欢迎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啊！下午好，你在家乡吗？是的，我很久没有回家乡了，然后五一节回来陪一下我的家人。谢谢。我拍了我自己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小姨的牙嘛。那么说我们的牙是猪的，没有？哎呦，家里的牙都是一个样子。这真的是，我也是醉了。看见了吗？你们已经看了我舅妈的牙，我舅舅的牙，我小姨的牙，我爷爷他们那种面相都是长得一样的，好奇怪呀！我真的没有想到牙都要遗传。我嘞，还不是那。
对，我在家乡。在农村里，能吃吗？能吃吗？不要去喷啊，乖。那是你头发，不是，其实不要喷啊。对，不烤吃牙，现在年轻人应该不会去做那种什么牙吧？除非以后老了牙掉了。嗯。你的铁针弄的吗？嗯。对，我也希望以后我的孩子如果可以牙像我的话，我们家里的牙都是一个样子的，而且大家都很爱笑，很爱笑。你们想不想看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吗？如果想看的话，家人们，我就不下直播了，给你们看我们今天晚上做什么吃的，行不行？老的那些假的，真的。其实是不会老的，其实是真的呀。那我也难得回一次家乡，因为我很久都没有回家乡，可以给你们直播看一下我们今天家乡今天晚上吃什么。然后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，我们现在在微信直播，微信平台视频号现在快80000多人了，我们把小赞赞点一点，点到100万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对，我们把手指放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点赞哟。这么多姐姐和阿姨们想呀，行吧，那我就待会儿做好吃的，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不下直播，给家人们看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，行不行？我也想给你们看我的妈妈，但是的话，因为妈妈是横的，是吧？对呀，小姨说看她就可以了呀，看我就可以了。下次妈妈出去，因为就是现在网络黑粉，大家都有那种网络暴力那些嘛，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再去承受这些，所以我一个，因为我现在还20多岁，就是我知道，就是能够接受每个人的评价，但是他们那个时代，他们没有。不怎么会玩这手机之类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可能接受不了太多人的评价，所以我就想的是也是算是保护我的家人。以前还有那种男的，有一个男的就是没告诉我的情况下突然闯进我的家里，然后的话开着一个黑色的车，黑色就是个子很高，然后肥头大耳的，然后就突然闯进来把我家人吓惨了。保护家人，真的，现在是网络上什么人都有。叶总回来吗？直播间家人嘛，因为叶总的话就是他今天是五一节嘛，然后的话他明天会来，本来他叫我明天和他一起来的，但是我想提前回家乡玩，所以我就先提前回来了。这个不能打架啊，他想打我了。他打你的吗？我一个都没打他。你没打他，那你就是最棒的，知道吗？打人的话是不对的，谁打人谁就是以后上学老师都不要他的，他以后只能去那个捡垃圾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谁打架的话，以后老师都不喜欢你的，老师也不要你，然后以后你只能去那种天天。有同学这有同学这样子花，这就很流人血。有老师谁这样花呀？不能去花。有老师就报警了。哦。我的头发没有血。吉年唱个歌可以吗？我因为今天家里有好多人呀，我感觉不太好吧，感觉我不怎么稳重一样。你带我们看一下。啊，这边啊，这边啊，这边。你是不是你怀孕了没有？我怎么可能怀孕呀？小朋友都笑了。他没有怀孕。不要这样说吧，小朋友都带坏了，待会儿。姐要保护家人，对，不要说怀孕，不是，是怀孕，知道吗？小朋友们，他们是乱说的，这些人他们是不礼貌的，知道吗？不要去学，这不好的。他，你们听错了，他说的是
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不知道的意思，他说的是怀孕。怀孕。对，就那种不好的，这个是骂人的。家人们，你们看这个现场，你们会笑死的。他们很懵的把我盯着，看到没有？给你们瞟了一眼，很懵的把我盯着。凭什么呀？今天太喜欢你们家乡的氛围感了，真的呀！哎呀，以后你们有机会可以来我家乡玩。哎，但是我们这家乡连个酒店、连个宾馆都没有，家人们。看看宝贝们，我也想让你们看，但是不敢。出头多少钱？出师妹。不行。出哥，出虾。很想去，但太难了。家人们，就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来我家乡玩，但是没有酒店啊，也没有什么宾馆，可能就住的就是很简单。我刚刚爬到你身上。那首歌太好听了，真的呀，我待会可以给你们唱啊，家人们。自己带帐篷，带帐篷的话你们太冷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。你更暖吗？这些孩子都是你家亲戚的吗？邻居，邻居我们也叫她妹妹，知道吧？有的是邻居也叫妹妹，然后邻居妹妹，因为我们就是少数民族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见了你，你如果来我家乡，你也是他们的亲人，就这种感觉，大家都是很团结的。你回家乡让叶安安来求婚，怎么可能？这家乡如果在这家乡求婚的话，很多人来看的啊。嘿，欢迎直播间的姐姐妈妈雅轩，你的对，我们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，感谢家人们。你吃不吃了？我来电铃声就是设置的你的新歌，天哪，谢谢这个牛味姐，这个阿姨还是姐姐，感谢你对我今天的喜欢。你们这个地方到县城还要开多久的车？一个小时啊？是吗？一个小时吗？我还想吃你们家乡是不是很多小朋友还没去过县城？对啊，因为有点远嘛，他们有的小朋友他是没有去过县城这些的啊。行了，你穿的上衣是防晒衣吗？是的。他够，我穿的是。什么时候和叶总结婚？这些资料拿去告诉。好的啊。不能打，谁都不能打，只能就干你了，估计是啥没谢谢，就干过阿凡也姐姐。谢谢你家的姐，欣欣姐姐问你，你怀孕了，这个嘛好处，你生宝宝了的。我怎么可能生宝宝了呀？我出去工作，我不是出去生宝宝的。他阿姐说我丑，他这些，我的雅欣说，他说我出去这几个月，然后他们小朋友谣言。谣言就说我去生宝宝了，谁跟你说我去生宝宝了？我是弟弟，谁？是个男子徐徐师妹，谁的弟弟？阿修。啊，就是那个光头强吗？对。他说我去生宝宝了呀。对。不，怎么可能？我是去上班了。我生宝宝了的话，我今天都带我的宝宝一起来了。真的是我都还没结婚的嘛，你们居然相信这小朋友都乱带节奏了啊。你们相信这么蠢的孩子吗？他不会撒谎，但是他我是出去上班了。他天天撒谎，他的爸爸撒谎。他天天撒谎吗？他的爸爸和他们两个撒谎的。他爸爸也撒谎。他爸我就说我出去上班了，我不是出去生宝宝了。他说你有一个男人了。我有一个男人了。哇，太吓人了。我以后再也不给他买东西了。我对他这么好，我每一次我上一次还给他带了珍珠奶茶，还有汉堡包。对啊，我还给他带了汉堡，居然
这样说我真的，我真的不开心了。以后我不给他买玩具了，你们我都买，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是出去，